伊利丹怒风，我终于有幸见到伟大的背叛者。他就是艾泽拉斯灭亡的关键。没错，身体虽然冰冷，但他的灵魂还在燃烧。我们还得替他做点事前准备。快点！ 接受审判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姐妹，但你阻止不了我们。你太迟了，看守者。这座铁狱将是你的坟墓。恶魔猎人，你们必须活下去，找到大法师卡德加，你们可以信任他。伊利丹还是归我管。